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81集。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变形金刚起源系列至尊变形组的 Bumblebee， 它是 Prime Changer， 也就是说呢，它并不是 Deluxe Class。实际上，它在台湾的官方定价呢是台币1099，这个比标准的 Deluxe 等级的949还要再更贵。但实际上，它的零件数等等的表现呢，其实真的还是勉勉强强，顶多你也就是一个 Deluxe Class 啊，这个也不晓得这个定价是怎么样的一个勇气啊。现在在网络上看过它的一个宣传图，这一代已经被很多的这个朋友们给骂翻了啊。但是它在盒子里头的时候呢，由于它的这个挖的洞是这样，所以它的一个膝盖以下呢会被挡住啊。如果你端看这样子啊，觉得它还可以。特别是它的这个头雕其实做得相当不错，而且它的眼珠子也是我经常赞美的，就是所谓的一个 MP10 的这种非常漂亮的水蓝色啊。那么它的零件呢，有一块这个胸甲在盒子里头的时候是拆开的，那我们可以先给各位展示一下胸口，这个也是有一点像是领导模块的中心点，但它并不能够取下来。涂装的话分色做得还不错，那我们就把这个胸甲的部分呢给装置上去，这个才是它标准的一个体型体态。它的手刀还有另外一边是手炮都是可以单独的取下来的，安装方式呢也都是非常的简单，直接凸跟刀的结合而已。武器它的在盒子里头呢就是这样，好像折到的感觉啊，并不是被盒子给压坏。手炮的话呢，难得这一次是装置在左手，以往我们的这个电影大黄蜂都是装置在这一手的。那手炮的话呢，只是一个握持在手上啊，一个凸跟刀的一个组合，我们先把它给取下来，那显现出它的一个标准的形态啊。认真来说，除了小腿的那一侧还有手臂的后面这个头胶之外，它的造型其实我自己觉得还是做得相当可以啦，不算丑啊。那来看一下它的肩膀，这个圆形我很喜欢，可惜它这个应该是轮胎，但是呢因为电影里头的样子其实我印象没有很深刻，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应该要有个涂装啊，如果有的话会真的好上很多。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的一些可动，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上下看着没有问题啊。手臂的话呢平举到这里，前后变形的需要呢有一个双动关节可以前后搓一下。手臂的话呢，这个地方二头肌呢是用一个球关来做一个转轴，那个待会变形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转法，腰身可以转动，脚前后左右侧踢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款玩具呢有一点让人比较觉得奇怪，是它的接地，你看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接地，其实是它这里是有一个转轴，但其实它基本上是不能转的啦，这个造型已经完全限制了。所以说这一款玩具呢是也近期吧比较少见的这种没有接地的一款玩具啊，让人觉得比较失望一些。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说明书虽然没有提，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头部要翻转180度，你不翻转180度的话呢，好像这个头收进去收的不是很漂亮啊。然后再来的话呢，把这个胸口的话呢整个给挑起来，然后到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凸跟刀的结合，在这里啊把它给扣下去。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胳膊的话呢往内翻，翻进去再先把腰转一下，你看到没有？如果我不转，我这个地方就会形成一个妨碍，对我的对它的下半身就会形成一个妨碍。转过去啊，把这个地方给空出来。那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双动关节，双动关节的话呢这样子搓进来，把它搓进来，然后呢胳膊的话呢转成这个方向，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拳头这里有一个凹槽，另外一边有一个凸。那这里是透过转这个球关把它往内推，中间都没有的洞，直接从这个地方这样的像一个钟摆一样推进来就可以了啊。另外一侧也是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先把胳膊的话做一个前后的一个翻转，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双动关节推进来，推进来之后的话呢再把这个地方给扣上去，这个感觉有点像什么，好像一个人的这个手啊就背到后面用手铐铐起来的感觉啊，特殊兴趣啊。这里扣进去，然后呢两侧把它给往内压，它里头是有一个凸跟刀的结合的。那这个原本的这个肚子的这个甲胄呢就把它给收进来。那腿的变形就很简单了，这个地方我往侧边这里搓开，然后直接收上来就可以了，两侧都是一样。那这里把它给搓进去，那搓进去之后呢，上来之后啊是把这个拳头啊要收进这个
脚的这个护甲里头，以及侧边这里啊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整体来说变形并不复杂啦、哦、这个等级的一个变形是不可能太复杂的啦，这里中间这里要扣起来，扣上去之后的话呢，就是最后把这个部件背甲挑起来，一个松动关节啊，把它给压进去就可以了。哎，好，压进去。那这里要记得，它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一片凸要卡进去，这个算是什么缝隙嘛里头啊，这里好，这里要会咔的一声，好，给整个给卡进去。那侧边这一带记得把它给压进去。那我要提一下，侧边这个凸跟凹这里一旦扣进去啊，其实会蛮紧的啦啊。你在车变成人的时候呢，打开的时候呢，还是要花一点力气，或者你干脆使用道具把它给打开。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载具的一个形态。我要说这个载具我是很喜欢的，虽然后面看上去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车尾吧啊，像是这个尾翼一样非常的长，但是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设计。后面还有这个是不是车尾灯就在这个尾翼上面啊，我个人觉得是很新潮的一个设计了啊。那手臂就是这个两侧这样下来，轮胎滚动性呢是有打铆钉的啊，所以说它的滚动呢真的是非常的好，对不对？这个果然有高速跑车的感觉。所以呢定价1099就是因为多了四颗铆钉，你看这多重要的一个关键啊。那上方的话呢就是有这几个空洞啊，是最可惜的，这个是在人形状态下背后扣背包的这个洞，那中心这个洞呢就是更莫名其妙了。上方的话呢这两个洞呢是要来扣置武器，那它的武器呢是这个样子，它是可以先把它做一个简单的结合，包括人形状态下呢这也是一个炮刀，对，然后呢它就是扣在这里两侧这个地方扣上去，就会形成这样一个造型。当然还是比较蠢啦，因为没有它的话呢整个这个流线型啊真的是会比较漂亮啊，这个滚动性真的是可以推荐一下的。那整体来说的话呢，载具的造型我胜过机器人，我更加的喜欢。那就这个价格实在是有点离谱啦，这个1099啊，然后这个人形下的一个腿部内侧的空洞是不是最让人发指了啊。那这个因为电影还没上映，所以这款玩具的纯粹就玩具的质量来说，我只能讲说就是配合我入手的价格109的打个八折，其实也是台币要800多块钱，那真的是让人觉得这肉有点疼啊。那买或不买就全看各位你喜不喜欢了。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